好，回到现场啊，继续要带大家关心，随着疫情不断的升温，让很多人心情很紧张。根据生命线的统计呢，最近拨打电话来求助的数量，跟去年同时期来比较的话，是至少增加了2倍。那么其中80%都跟疫情忧郁有关。卫福部也发现了，说其实去年国内的家暴数量是高达17.8万件，也创下了16年来的新高。精神科医师就呼吁了，说呢，大家在家的这一段抗疫期间呢，也必须要适时的舒压，千万不要被负面情绪给压垮了。喂，生命线你好。守在电话旁，基隆市生命线志工不敢错过每一通民众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。近日疫情升温，志工们平均一天得接140通电话，接线量暴增为去年的2倍。接到一个隔离案件，案主的弟弟精神压得了，快要崩溃，妈妈、爸爸。全家都是在焦虑。根据基隆生命线统计，最近一周来电内容有80%与疫情相关，民众烦恼五花八门，担心确诊不敢打疫苗，都让不少人透过电话求助。同时疫情也加剧精神疾病民众心中的恐惧及忧虑，求助电话也明显增加。那以最高的分类大概有将近98%，也差不多快1倍，那最少也大概有35%左右。对疫情的忧虑也引发不少社会现象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2020年共通报17.8万件家暴案件，创下16年来最高。另外，儿虐通报2.5万件，与前一年相比也增加20%。精神科医生也呼吁，疫情期间得适时释放压力，别被情绪压垮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透过听音乐的冥想，好，或是做一做放松的运动。只要能够找到降低你压力的一个方式。医生提醒，减少接收令人紧张的疫情讯息，维持正常生活作息，并适时运动舒压。若情绪出现剧烈波动，更别羞于向人求助。做好心理调适也是防疫重要的一部分。法治新闻陈英佐、卢松佑，基隆报道。